莫哥，干嘛呢？无聊玩手机。我也无聊，在玩手机。要不要我联系米线和王炸来我家玩啊？好啊，也不能老沉浸在虚拟世界，大家一起玩。对啊，一起聊天、打牌、买菜、做饭，多有意思啊！对对对，那你赶紧约王炸、米线到你们家去吧。行，你在哪儿？要不要我去接你啊？我现在在我朋友家，太无聊了，大家都在玩手机。这算什么朋友吗？聚在一起玩手机多没意思啊！那你快来，我去买酒。哎呦，我去买酒买。我不好意思啊，我刷手机都刷懵了，我都忘了我在你家了。你看你办的啥事儿？你不早说，我这都约了王炸和米线他们来我家玩了。那一会儿人家来，哎呀，我忘了去光玩手机了。干不干呢？你家你怎么？这谁呀？啊，我男朋友。哦，对，他们一块来的嘛，这不？要不咱打会儿牌，还是我去买菜当做饭？那买肉谁会做？咻咻咻咻咻，短，陈翔6:30。